昨天晚上又下雪了，别人家的雪都已经扫完了，我家还没扫。今天不少活呢，我先干活，等到晚上回来再扫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大海。大家看见这些小狗了吧？这些狗吧，它都是流浪狗，我每天呢都来喂喂它们。但是这块有一只大的，那个之前都没见过。哎呀妈，这块还有一只大的。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哈，这些流浪狗吧，每天就我都喂喂它。要是现在外面是-35度，要是每天都不喂它的话，它就容易冻死。完了，昨天晚上啊，有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呢，他叫张先生，他委托我呀，给这些小狗呢，买150块钱的饺子。完了，我现在去买完了以后，我来喂喂它们。我已经到商店门口了，这块就是。我得算计算计买多少袋儿。张先生这个人吧，他挺好的，他岁数那也挺大的。这个饺子吧，我们当地卖呢是5.5块一袋儿，完了正好呢是买28袋，28袋呢是花154。我现在进屋去买。老板，啊，来饺子，来28袋，28袋要肉的。是不是有？是牛肉的、猪肉的。对对，那是肉的，那就行。来28袋。还有五，这才10袋。就10袋啊？10袋外头还能有个3、4个、4、5个那样。那就13、4个呗。那不够28个了。不够。饺子已经买完了，一共是花了82.5块，一共买了15袋，5.5块一袋。但是不够哈，我还得上别人家再去买13袋去。来到第二家超市，有饺子吗？有啊。最便宜的多少钱？有5块的。是肉馅的吗？对。那就来13袋。牛肉、驴的。有驴肉的。嗯。那就来13袋。那就来14袋。来14袋肉的，第二批饺子已经买回来了，买了14个，5块钱一袋，正好花了70。这个吧是5.5块，他俩可能厂家不一样哈，要不里面的数量可能它也不一样。一共花了152.5块，现在回家要我妈给他煮上去。我已经到我妈家了，妈，这个饺子怎么煮呢？电饭锅坏了，都上水了。那个使炉子煮呗。对，这炉子慢呢，得擦锅呀。看看这炉子煮的。都煮上啊？对，全煮上。就是前面一个锅，后面嘛，后面是吧？啊？我说后面大马勺是吗？是。看看能煮多少啊？啊。开始下锅了。第一锅的饺子已经都煮好了，现在开始倒盆里。倒了。妈妈，慢点啊！别给我整这玩意儿，挺沉的。哎呦我的天！看我家这一煮饺子，屋里面全是这个哈气。我划拽了。那你慢点，这个第二锅。这第二锅可多呀，这里是6袋饺子。慢点。哎呦我的天！又开锅了。饺子已经熟了。好。饺子已经全部煮完了，我跟我妈呢，我俩现在给它抬过去，看看这一大盆子。看看吧，这些小狗全上来吃来了。咱们先听听它的声音啊。
听听他们吃的声音吧。他们吃完了以后呢，我就干活去了，今天不少活呢。他们挺喜欢吃饺子。呼伦贝尔纯羊皮，这个大羊皮呀、啊，大家看看有多大啊、哦！都是一整张羊皮给梳出来的，这个羊皮没有任何接的地方。咱们看看后面，看看，都是一整张羊皮梳出来的，看看多好，后面纯羊皮。这个人呢，往这里面一躺呢，看这个腰都陷在里面了。这晚上睡觉，把它铺在床上，脑袋放在我这个位置，完了往身上一躺。这个腰啊跟屁股这块晚上躺着都热乎一宿，看这大羊皮多好，这一大张呼伦贝尔纯羊皮，没有任何接的地方，一整张羊皮梳出来的。咱们看看这个大羊皮有多大，我的个是1.8米，看这大羊皮了吗？老厚实了。这个大羊皮呢都是纯羊皮，都是用一整张羊皮给梳出来的，任何接的地方都没有。咱们从侧面瞅瞅看它的毛，看这毛这么厚哈。这个大羊皮老白了，要是有想要这个羊皮呢，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然后下单就行了。要是找不着链接呢，就是点击橱窗，都在橱窗里呢哈。我手里拿这个帽子呢，它是纯貂皮帽子，这个帽子呢是男女通用的哈，因为它都是均码的。这个帽子的造型呢，它叫雷锋帽，这个帽子是均码的，它这个里面吧带调节的。完了大家就是又想要的呢，它也在橱窗里，看这貂皮帽都老亮了，纯的纯貂皮。这个帽子呢是纯狐狸皮的帽子，这个帽子是纯你女士的，这个后面带个小尾巴，看有很多朋友那个他让我好好拍拍哈，拍拍这个帽子顶是啥样的，它这个帽子顶是这样的，你想拍拍帽子里面是啥样的，这里面能看清吗？这里面挂个领子，这领子是这样的。这个狐狸皮帽子呢它都是均码的哦，里面带调节的，大小都可以调。这个狐狸皮帽子戴上挺漂亮的，看纯狐狸皮的，这小尾巴也是狐狸皮，全是狐狸皮的。这个帽子它也在橱窗里啊、哦，这个箱里装的呢都是桦树绒，这是榆属采回来的。这个桦树绒呢，它是降血脂、血糖、血压，它是泡水煮水喝的。有很多朋友问我，他说这个桦树绒怎么泡水啊？完了，大家回去以后啊，给它掰成大手指第一个关节这么大，就这么大。完了，然后呢，用100度开水开始泡，啥时候泡没颜色了，啥时候扔了就行。完了，有很多朋友问我说，泡之前用不用冲冲灰呀、啊？这个泡之前吧，得冲冲灰，就跟你洗茶似的。给它掰成大手指第一个关节这么大，然后用自来水冲冲外面的灰就行了。因为这个东西吧，从山上采回来以后呢，这个榆属搞手拿子，完了又装袋子里，完了它这个桦树绒两个一摩擦，落在上面这缝里面全是灰，所以说冲冲灰就行了。就是这就不用把这一整块就全冲了，要一整块全冲了以后它就不干了，所以说泡哪块冲哪块。比如说给它敲敲这么大的一块，用自来水冲下灰，完了往杯里一放，100度开水开始泡，啥时候没颜色的啥时候扔了就行了。大家就想要桦树绒的呢，它也在橱窗里哈，完了点击橱窗然后找桦树绒就行了。我用最快的速度给大家邮走。我现在去快递把所有的货呢全部给邮走，然后在后台填单子，开始打单子了。单子已经全部打出来了哈，一会儿就开始贴了。这全是酒啥的。这个是这一大箱是路边酒，上面也是路边酒，这些都是木耳和蘑菇啥的，一会儿大家就邮走了。我到家了，刚才把那个所有的账啥的全部给计算完了，这就是我每天工作的地方。现在该睡觉了，看看几点。现在是晚上11:30，
外面黢黑一片的。我先睡觉了啊，咱们明天再见。哦，对了，大家在后台下单的朋友先别着急啊，有很多货呢都邮走了，但是到年底了嘛，但快递慢，完了大家勤看了点那个物流就行了。行，明天再见。